啊，有坏人了吗？我是睡觉人不可以与人争斗哦。不要不要打我。所以可以打他吗？好，不要打他。好可怕，我要回去了。啊，就这样。哎呦，小香来啦！小香慢了一个时辰，上课有87步哦。你算的还真清楚。哟，这是当然的呀。不过让我等了那么多的时间，也不是没有代价的。一个时辰上课有87步的赔偿金嘛，一共是389两，有6文钱。喂，巧巧，你要用钱来计算每项东西吗？所谓朋友，只是不计代价、无怨无悔、肝胆相照的付出啊！难道身为江霞我最好朋友的你，没有一点这点认知吗？就一个迟到人来说，可是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哦。就是这样，3890两，又6文钱，看到朋友的份上，这次巧巧破个例，389两又5文钱，不能再少了。随便你啦。这每次都那么小气巴拉，肯定要是让我逮着小辫子，看我不整你祖宗18代，全身光溜溜不可。哟，到目前为止，小虾已经欠了63491两，5文又2分，所以小虾必须听我的话哟。啊，这是物交损友，说吧，你又惹什么麻烦？话说，先说到前头啊，如果又要和轩辕三光大叔赌博，我可不干。还记得上次啊，差点被他输光，还卖掉，还赌债。哟啦啦，别听那老头啦，赌是最积极的，巧巧可是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巧巧有新的目标，小夏还记得城里的神偷鱼白手吗？就是那个人称有不失手的家伙吗？哦，就是他，小夏知道吗？他愿意传授巧巧妙手之术哦，只要……原来是这样，没问题，只是帮这种攸关生死的大事情，难免有些代价。嘿，机会来了。这样吧，看到朋友的份上，我只算86两、3472两、9文5分，外加2个馒头。哟啦，所谓的朋友就是要不计代价、无怨无悔、肝胆相照的付出。难道身为巧巧最好的朋友的小夏都没有这一点认知吗？我们两个在唱双簧哦。没有。哈，要讨价还价也不是不行。你身上的百鸟玉佩或许值这个价钱哦。不要。那是娘亲留给巧巧的。哎，竟然被发现我的弱点，我最看不惯女人哭了。不过那个玉佩真的对她那么重要吗？好了好了，输给你了，说吧，要怎么帮你？嘿嘿，哟，小虾最好了。鱼白手说，只要巧巧找出藏在城里各处的5个宝物。就愿意传授巧巧妙手的技巧哦。什么样的宝物啊？就是双瞳玉、玲珑血髓、赤羽金、黄金凤纹杯及琥珀观音。那就一起找出这些宝物吧。哟啦，小夏告诉你哦，只要将巧巧摆在队伍前头，就可以看到隐藏的宝物哦。这样要找宝物及隐藏物品就会方便得多了。我明白。那熊爸嘞？哟，巧巧看到宝物啦！哟啦，鱼白手那狡猾的家伙，成心不让巧巧学到妙手技巧嘛？巧巧直接都说，琥珀观音在前面，却被石头挡住了。不要用这样的眼光看我哦，在我脑袋中哦，已经仔细计算过这块大石头的重量了。当然只有办不到，既然办不到的事情，就不用试了。哟，小夏说这种话真没男子气概。我又不是熊爸。熊爸啊，小夏真的聪明，以大熊的蛮力，一定可以打碎这块石头的。那熊爸呢？不久前，大熊一直在找巧巧的旁边当肚子，巧巧觉得他很吵，就把他给甩掉了。哟，可是如果要喂饱他，巧巧可是要花很多很多钱呢。果然是巧巧的作风。那么我们现在去哪里找熊爸？
这难不倒乔乔，大小现在一定饿死在城里某处，早早就成啦。我们走吧。啊，饿死了。死去的奶奶在敲那头向我招手。死去的奶奶，大熊从来不会说话，难道他真的？喂，大熊心想，千万不可以走过那个桥啊！奶奶拿着头靠牛腿走了，饿死了。请他来吧，就早替你买东西吃。小乔，谢谢你真好，可是爹没有给我钱。呀，奶奶又出现，奶奶这次拿的智商鸭好香哦。喂喂，大熊，你千万不可以过去啊！我现在就喜欢吃百味包子，我就是买来给你吃。百味包子比奶奶的烧鸭好吃。又来，小夏，百味包子很贵呢，要花不少钱。那就不要买吧，反正大熊饿死了，你也拿不到宝物了。臭大熊，这些钱算你的、哦。奶奶还有红烧熊蹄，我还要止不住的盐豆腐脑。真是卑鄙的奶奶，让他饿死好了。妙手啊，妙手啊！好啦，臭大熊，给乔乔记住。喂，大熊，在我们回来之前，不可以吃你奶奶的东西哦。饿死了。豆腐脑，豆腐脑，八种客官吃的，止不住盐，盐止不住。乔乔要买止不住盐豆腐脑。好，一碗只要50两。五十两？乔乔只要半碗，四分之一碗就行了。帅姐姐只有整碗整碗的卖哦，小妹妹。又来了，可是乔乔只想买四分之一碗，就算12两吧，大婶。大婶？你这小女娃说什么？我今年才18岁，你竟然叫我大婶？我在安静卖了30几年的豆腐脑儿，还没人敢这么叫我。啊！可恶的小丫头，给我滚！哟，乔乔说错话了吗？乔乔说话真没技巧。好，换人。赵飞燕，你说什么？爹常跟我说，汉朝有个赵飞燕。体态轻盈，身轻如燕，发草见到姐姐，仿佛就像见到爹所说的赵飞燕一般。小孩也是这般，竟说些实话。姐姐上面也说的这般好了。我终于知道爹为什么会喜欢吃姐姐的止不住盐豆腐脑了，因为每次看到姐姐，就会想起赵飞燕。啊，你们一家都说实话的好人。对了，你爹喜欢吃豆腐脑，这个给你，就当成说实话的奖品哦。谢啦。大神，这可恶的死小孩！走路，奶奶烤乳猪好香，可是小小说不可以吃。大熊，你的百味包子及止不住盐的盐豆腐脑来啦！哎呀呀啊！哦，烫，又好吃，哟，吃起来就像熊一般粗鲁，哈哈，我吃饱了。大熊，包子与豆腐脑的钱和利息一起算的话，一共是3647两哦。哦，可是我没有钱啊。你爹可是五言镖局总镖头，总会有钱吧？哦，可是爹没有给我钱啊。你有啦，你有没有听懂乔乔的话、啊？是什么话？乔乔的话我都有听啊。讨厌，这是鸭子听的。
那好，那你就用劳力来赔偿小小的损失。大雄，你听好，等会要你帮我打破这里挡住的石头，让我找到鱼白鼠的宝物。那太简单了，是不是这样砰的一下把石头打破吗？是的。是不是就像我先前这样砰的一下，然后把地的花瓶打破那样？是的。好，太棒了！那我只要帮我把队伍的前面，我就给砰的一下把石头打碎哦。有啦，知道了。为什么要叫我打？既然乔小叫我打，那我就打。好，拿到了。捕获观音 ，OK， 走了。哟，这是你藏的五项宝物，一月定你要叫我妙手的特技哦。没想到你居然全找齐了，既然如此，我只好对不起轩辕前辈啦。仔细听啊，所谓的妙手之术就是……学会了吗？另外，在战斗中，妙手还有其他的战术实用性，仔细瞧清楚了。要打架？哇，那个手很有戏耶！甲骨上有几种神秘的水晶，当装备上后，变成大幅提升装备者的基本能力。在正常的状况下，几乎是刀枪不入，攻击无效的。比如他，那怎么对付呢？这时你只要使用妙手的特技，偷取他身上的物品，便可使其能力下降，恢复成一般状态。要如何才能知道对手身上装备的神秘水晶呢？如果有识破的特技，就不难从对方的状态中获知的。我身上是装备种某种那神秘的水晶，你们就依照我方才的方法攻过来试试看。你们在说什么啊？没有啦。黑水晶，3000呢？那血太多了吧？偷失败。反正偷失败，太烂了吧！不会真的要打死他吧？偷不到啊！哦，没有物品。我要打赢他，打赢他才会刀法哦。哦，巫师是游戏的意思哦。对不起，我老人，不好意思，看不懂。哦，巫师是游戏的意思哦。哦。我也试试看看，只是这样，除了高等等级的识破特技可以看出对手的装备状态外，但碰到打不动、扛不动敌人时，也可以试试妙手这个绝技。通常它帮你意外地改变战斗的流逝。罗拉师傅，谢谢你。哈哈，谢倒是不用，只是你千万可别告诉轩辕前辈是我教你妙手的哦，否则到时我可吃不消。是的，师傅。那怎么变暗了？想学心计抢劫吗？如果找到天津玄石，我就将这张技巧传授给你们。天津玄石？
我就自然给这里。来，乔乔，回去和老子赌一把。不要不要，乔乔才不要，乔乔最讨厌你的。啾啾讨厌，我也讨厌，小夏也讨厌。喂，我什么都没说啊，笨大熊。要是惹得轩辕大叔狂性大发，硬说的我们横上吐蕃的话，哈哈，光想到这就头皮发麻。你为什么那么讨厌老子？老子莫名其妙遇上这小煞星，怪麻烦不错，还给拉把你长大。难道老子做的还不够多吗？哎，罢了罢了，哥老子的，我轩辕三光真倒霉，竟然遇上你这个小克星。爹爹，乔小轩大叔为什么总是闹得这般不愉快？哎，管他的，又不干我的事。回不去了，大熊，乔小今天又要借住你家了。乔乔和小乔要和我一起睡吗？太棒了！喂，不要这么任性的替别人做决定好吗？我俩可是会担心的。难不成小虾每天都要娘摸摸他的头，说声好孩儿才睡得着吗？这是没有男子气概的小孩子。谁说的？喂，大熊，咱们就回五羊镖局，到你家过夜吧。太棒了！马儿，你又野到哪里去了？爹今天可是特地从远地请来武师指导你武学，没想到你全让武师空等了一整天。爹，还有错了，还有只是饿得走不动。你这孩子，一个镖局扫帚星下场的武功也不会。你爸，爹现在穿你万象流云掌，免得出去被其他江湖人笑话。万象流云掌，对了，爹，巧巧和小夏今天住我们家，我好高兴啊！呀，巧巧先谢谢镖头叔叔。宝儿，等等，这几天很不巧，镖局来一批客人，现在厢房都已住满，可能没办法招待你们了。真的假的？这种版本的说辞我记得上个月才听过。可是爹，发展催眠告诉我他扫完后面厢房还是有一阵子没人住啊，窗额上都懒得撑。这爸儿怎么是不长脑袋，尽心为父的弟。你看人老又不中用，是为父记错。昨天那批客人没有过夜，晚上后就走了。原来如此，乔乔还以为是镖头叔叔嫌弃我。怎么会呢，乔乔，你看熊蛋蛋高兴的模样，是我最疼爱他的父亲，想必是比他更高兴更欢迎你的，对不对，熊大叔？四级。哇，我好高兴啊，谢谢爹。来，乔乔小夏，我带你们去房间。哈哈，轻轻松松。晚了，小夏怎么还不回来？不用担心啦，这又不是头一遭了，八成又是玩过头跑到五羊镖局过夜去了。这孩子真是的，老是麻烦人家。别管那么多，喂丫头，今天是小鬼不在，咱们正好可以好好的乐一乐。死小鱼，说话乱没正经的。哈哈哈，我如果震惊，你的人生就很无趣了。娘子，相公今晚是否可以与你？讨厌，就只会耍嘴皮子。耶，此言差矣啊！是不是只会耍嘴皮子？咱们到房间研究研究就知道啦。这是小月，这封信，这
分明是隐冥玉宫所施展的上层手力。丫头，你看，上头还结了一层薄冰。可是移花宫自从妖月疯癫之后，便消失无影，甚至可以说整个世界已经溃散殆尽了。而移花宫中有修行冥玉宫体的，正遥月莲心和无缺大哥三的。这么说的话，不错，这封信是不是大哥写的？明日午时，仙云寨，重续兄弟情谊，将无缺。这可是大哥的笔迹。但模仿笔迹并不困难，更何况大哥已失踪八年，后也会突然约我前去荒废多年的仙云寨。小玉儿，我有不祥的预感，你千万不要去赴约。傻丫头，你不想想你的小鱼是什么人？全天下最聪明的人，岂会轻易上别人的当？更何况大哥的行踪总要有一点线索，我若不趁此机会将事情给弄清楚，帮大哥出出气，我可是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咯。没那么不开心嘛，我明早先把你的宝贝小虾带回来，那有个伴好不好？还不开心啊？我知道，你那是怕我忘了那个啊。什么那个？就是回房研究研究我到底有多少本事啊。啊，真舒服，先去和巧巧还有熊抱商量今天玩什么吧。哟，睡饱又有力气寻找新目标啦。我的肚子怎么好像又开始叫了？喂喂喂，大熊，我们不是方才吃过早饭吗？我看我们还是趁你爹在跟那些武士训话的时候赶快溜吧。溜啦，小夏说个对，悄悄不想再被镖头叔叔抓心唠叨了啦。八哥怎么又不见了？笨大熊，赶快找！好，走路，不能奔进去。走路，小小虾，赶快和桃花谷陪你娘。爹有要事要办，不跟你啰嗦。爹，有事等爹回家再说，不准跟了。小弟的样子怪怪的，到底要去办什么事呢？不寻常，绝对不寻常。如果不跟去看看，未免太对不起自己良心了。哟，要跟去看看吗？哈哈，还是巧巧你了解我。又有新东西可以吃的吗？好，跟上他。小鬼头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快回去。这位老丈，路上我从山脚走到这里，都好多人没事。老丈你，叫你们回去就回去，啰里吧嗦做什么？哼，这老丈好不讲理。但他既老尊想不卖账，这山不是他的。我说这位老丈啊，山我们一定要上。如果老丈坚持要阻止我们，那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哦。呀，小小也不回去。小小不回去，小小不回去，我也不回去。你们这几个自以为是的小鬼，好好好，我们不妨做个约定，等会如果你们输了，就乖乖下山吃奶去。如果我输了，我也会二话不说拍拍屁股走人。怎么样，敢不敢赌？没问题。像你落入进步的模样，等我下手还可以放轻一点呢。他其实很强。等一下要告诉他是谁啊。被偷到什么了？
欸，超扯的，超扯的，他真的超扯的。不要乱说，不要乱说。等一下就知道了。此生必败是不是？那直接被他打死就好了。哎，说不定是杜莎。哎，没有物品哦。呀！好，直接打死他。你到酒店，你们就乖乖的下山去吧。可恶！哟，车长居然输了。输了没有东西吃吗？好，走了。前面的小兄弟，请等一等。因为你有可有见到武林第一聪明人江小鱼江大侠？奇怪，他怎么会认识我爹？哟，你找江伯伯有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刚才我遇见一名武功高的樵夫，他只说江小鱼，我绝对不会放过，不然那你不得好死。我一向最仰望江大侠的德行，也知道自己功夫不行，所以。只望在贼人加害江大侠之前，赶紧通报江大侠一声。哟，那你可找对人了。你面前这位就是江伯伯的儿子。可恶的贼人，原来是调虎离山之计。你不要我上山，我就偏要上山。你要是敢动我爹一根汗毛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小夏，等我，我和你一道去。就想去，我也去。我觉得这边的剧情安排很瞎，怎么江侠马上变笨了呢？为什么他要找这三个小孩当救兵？莫名其妙。不信爹，莫非？他也被这贼人加害，小夏，江伯伯他，可恶！你这贼人，你把我爹怎么样？我要杀了你，替爹报仇！哦，打了一个，这是。可是，他写的是问号啊。这是血杀刀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臭老爹吧？臭老爹，每次干嘛神秘兮兮的，一弄成樵夫的模样？你这蠢小鬼！什么嘛，臭老爹，化妆成这样也不说一声，害我吓得心脏无力。哟，江伯伯，你武功好厉害哦！你们这些小鬼，我不是再三警告这里危险，你们不要上山来吗？臭老爹，我也是担心你的安危才上来的啊。你事情总要个轻重啊。啊，小心，有暗器。奇怪，怎么突然全身发软？这暗器上。竟然有佛骨失心掌，我现在一点力气都使不出。爹！啊，小小，熊大，老爹，你撑着点，我马上带你上来。小小，你自己小心点。江小鱼。你一定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一天吧？我每天处心积虑，日思夜想，就是等待如此值得庆祝的一刻。你是谁？
经忘记我了吗？把你的生活已经让你的脑袋变钝了。你这恶人，少啰嗦！爹，来，快！真是父子情深呐、江小玉，你说我该不该放你儿子一条路呢？还是索性成全他的孝心，让他陪你一起下去？住口！啊！臭老爹，你千万抓住我的手！如果被这无耻之徒给骗了，我可都瞧不起你的。乖乖小夏，不愧是我小鱼儿的儿子。但我手现在有点酸，你的手一定更痛吧？不会，不会，一点都不会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又说谎，这是一个爱哭鬼。喂，小小虾，你相信老爹的能力吗？所以咯，难道你以为这点高度就难倒你爹？我不放手，我绝对不放手。小鬼的骨头挺硬的嘛，如果是这样呢？笨小象，快放手！爹身上砝码这么多，怎么可能轻易就铁死？你不要再做蠢事！爹爹我可是不会强硬你的。我偏要！可怜呐、沉沦在血海的小羊啊，为何要如此苦苦挣扎？谁在说话？对，就是这样。慢慢的，只要松开手，你和你的父亲都能得救。是谁在说话？小象。江小鱼，你在谷底安息吧。江小鱼死，把那儿子一道做了吧。上。我不会让你们动公子一根汗毛。无物品可偷。寒玉气功掌。再与你们耗下去，只浪费时间。小鬼们，抱头痛哭去吧！凭你们现在的能力，是不可能打赢我的。少啰嗦，我今天一定要你的命，公子。只可惜，我并不想杀一个哭哭啼啼、露臭未干的小鬼。可恶！不能，不要跑！爹一定要跪地下我，告诉我刚才一切都骗人的！姐姐，千万要看见吊儿郎当的人，
打从这边走过吗？你怎么了？被欺负了吗？我要找我爹。这我方才并没有看到任何人进出这谷口啊！你是谷外来的吧？我们这个谷很危险，你还是快走吧。不，在我没找到爹之前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在哪里？快点出来啊！我讨厌这个游戏，这一点都不好玩。这位姐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刚才看见有一个血淋淋的人从上面落了下来。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人现在在哪里？那人他落在水里，水里有好多血，好多血。小月，小月，小虾，你在这里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是谁造这个坟墓的？小月，你给我出来！不要跟我们开这种玩笑。出来啊！出来啊！出来！我不相信。对，只要一天，只要一天没见到你尸体，我就不会相信这么狠心的离开我。小玉啊，你听清楚了吗？我绝对不会相信的。我的头！小虾，小虾起床了，担心可爱的小屁股被太阳烤熟了哦。啊，走，今天有巡演，巧巧、熊爸约好，得赶快到安静城才行。这个心境转变太快了，让我有点难以平复。Hello， 李红秀。小友向娘问安，跟小霞，娘已经早饭准备好，就摆在桌子上喽。娘，小友今天和巧巧、熊爸约好了，要到安定城找他们玩。巧巧、熊爸，娘明白了，出门在外，凡事要小心哦。嗯，跟小霞，娘已经将早饭准备好，就摆在桌子上，出门在外，凡事要小心哦。嗯，娘，小友明白。爹，小耳向你问安。嗯，乖孩儿，小耳果真礼教兼具，是爹和娘的好孩儿。啊，错了，我爹今天哪根筋不对了，鸡皮疙瘩都被吓得掉一地。喂，丫头，帮个忙，帮我找一只扫把来好吗？嗯，你要扫把做什么？我好扫扫地上的鸡皮疙瘩。我就知道。小玉儿，在小虾的前面，你就不能正经些吗？哈哈哈！要是我能正经八百的说些待人处事的大道理，那我就不叫做小鱼儿。说的也是。哈哈哈！喂，小鬼，记住啊，出去时要是吃了亏，可要毫不吝啬的反击回来哦。千万别相信忍耐才是大福气这种鬼话。小鱼儿。哈哈哈，小虾好好玩吧。徒儿，你
跟我 S 蜥蜴十年有余，吐纳之术有了基础，所谓沉心空灵，纳气百穴，运转轴承，以气御剑的口诀，想必是了然于胸。弟子日夜休息，不敢稍懈。御剑术与轻功的分别，可还记得？御剑术能凌空平飞，轻功只是腾上跃下。师父所传御剑术，专门横越、跨越旷野断崖之处。很好，师父云游归来，今日要赠你一物，请上御风台，去断空崖取得。沉心空灵，纳气百穴，运转周身，以去御剑。喵。仙鸟不跟我讲话。飞飞飞飞，孩子，难能可贵，多年来一直被报仇念头所困的你，已经能组织杂念御剑飞行。老夫为一个恨字遗物，终身封印飞剑破体绝学天外飞仙。你义父取了这个名字，虽然要你不忘亲仇，但人事诡谲，天理畸变，在事实未明之前。师父多年叮咛，心恨记得。记得就好，记得就好。为师此番云游，又不是何年何月才能返回剑庐。临别之际，传你反击技巧，希望你善用所学，出江湖，弄清楚真相。受一般攻击时，会立刻反击，弟子受教。算算三十日，你也该回筹皇殿了，去吧。